直播。首先邀请希望之星四强联合带来《跟着感觉走》。也是今天会让我们有一点点感伤，因为呢我们已经到了冠军赛的第二集，这个四个人站在一起的画面就只剩两个小时将成为绝响。今天呢是四进三，我们再次欢迎四位啊、哦、非常优秀的选手。尤其你们刚刚唱的这个歌曲呢，跟着感觉走，是苏芮大概二三十年前的歌，但是他们林立才十四岁，林立是这个还香港来的啊，香港啊，他是新加坡来的呢，应该只有你听过这个老歌吧、哎、对对不对默默的就承担了这一切。好，今天呢是四进三，非常的刺激。首先我们先欢迎全民评审代表之一黄大炜老师。早上好。老师刚刚一直在跟我说只剩下四个人了，人越来越少、哦、老师也算是从第一集陪我们到现在。对，不过呢今天四个人一定要加油加油，因为我们跟上周赛制一样，前面第一轮呢是有帮唱，对不对？对、哦、第二轮就要靠自己啊。是，所以大家在台上呢、哦、虽然说和乐融融唱是敌也是有，刚刚有和乐融融吗？刚刚后面偷捏小肉的捏啊，那假爆的假爆 啊其实一看就知道明丽一直被挡在后面啊。对啊
然后看他们四个人跟着感觉走。对呀、啊，嘉音乐一直往前冲啊，然后那个光头就一直往前那挤。蠕动的蠕动。哪有和乐融融？我一点都看不出来。假的假的。Anyway， 每个人必须要求胜，而且这是目标100万、嗯，现在已经各有25%的100万到手了。对，加油！你有没有什么制胜秘诀？年纪最轻的林立先给他拍拍手。加油！能够走到这一步很厉害了，谢谢。今天有没有什么制胜的秘诀？今天来之前做了什么？就是上次嘉音呢，你做了什么？这个礼拜我去了绕河夜市旁边的庙去拜拜。绕河夜市，绕到绕河夜市那边。绕，因为我觉得拜拜真的很有用。是不是司机给你绕路？绕河夜市。哦，那个尾就是它的底部有一个庙嘛，我们常常都会去那里拜拜。哇，你内行，那里是拜生子的。哦，拜错了，拜求子的。好，那德威呢？你呢？你做了什么制胜的秘诀？四个人我们都很不舍，但是这就是比赛，真的很抱歉。现在我们先按照上周的顺位入座。好，欢迎四位来，第一名德威，第二名慧茹，第三名嘉音，第四名林立。尤其是林立哦，要小心哦，这个位置，哎呀呀呀呀！稍后我们会有观唱嘉宾的登场，今天的阵容非常的坚强，而且风格略有不同哈。是，第一位呢就不太一样的风格了。冠冕来了、嗯，现在还有三个选手，没错，林立、德威、嘉音。是，请问你们要帮谁 ？GTM 要的帮唱的嘉宾是。陈嘉音。出来就好让人期待哦，难怪都是黑白色系的、yeah. 衣服都有搭、yeah. 哦，来一来中间。但魏雪感觉就是很紧张，他说今天要帮唱的嘉宾是，嘉宾不就你们吗？哦、对了，帮唱的歌手是我。我还想说，我要帮唱的嘉宾是小雨，然后小雨就想，一起。你要帮唱的是选手啦，害我都搞糊涂了，到底是怎样？假装很不紧张，但讲出来。因为在下面真的很像参赛者，你知道，突然紧张起来。你们现在已经是歌手了，是，要给他有信心一点。他们花很多时间准备哦，有练到很晚，是不是？嘉音说一说。对他们。这太好了，就像大哥哥一样，昨天晚上练很晚陪我。多晚？多晚？是10点半、11点这样。对，因为我们12点以前要回宿舍。在哪里练？我们棚没有。在他们的 studio。在我们的练舞教室，就离开我们中视摄影棚，还有再去练舞教室再练。他们真的太好了，太反正就是在把你啊。没有。那必须要讲，因为其实他的蛮挑战的，因为他要练和声，他要练 rap， 他要练舞蹈，对啊。精神分裂、哦、但是什么歌我们都还没说呢，很好奇哦，这两组到底是会带来什么作品、嗯、来 Masha 你告诉我们、这首歌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、yeah. oh. yeah. 是他们有改编过的版本，对，好，请期待哦。好的，我们来期待一下 Gentlemen 还有嘉音的合作，投票通道请开启。用诚意过每分钟，我的未来不是梦。
see my future. Yeah, 给你更好的生活，这是我幸福的源头。Realize that what I want realize， 我每天幻想的梦想 chasing for life。我的未来不是梦，认真给过每一分钟。真的过每一分钟，每一分钟，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的心念着希望在动。因为这首歌啊，它的传唱程度不会输给大鱼啊，可是这个版本好棒啊，那个 rap 是谁写的？因为这个原来张雨生没有这一段嘛。对，这都是我跟 AJ 都写的。太棒了，太棒了。这是一个2018的版本的感觉。来，几位代表有没有什么看法啊？文英，刚刚都跳起来了。我觉得 Gentleman 真的好帮忙哦。啊、又唱又跳又 rap， 而且我觉得要跳其实是很花功夫的，要练习，让你们总共六个人要凑在一起，然后还要写歌词，然后还要跳，还要唱，还要分配，真的，对，一切都是来真的，没错，请大家多支持 Gentleman 哈，来来来，娃姐呢，您的感觉是什么？这个版本真的立意甚佳。很丰富，对，然后我觉得这是很好看的一个画面，让这首歌就是。听起来像是一个新歌，对对，然后每个人安排很好，不知道你们在想说谁要负责什么时候有没有打过架？哦，谁要去跟佳音互动啊？多一点，谁排的？谁排的？谁排的？啊 ，AJ 排的。对对对，佳音特别说他一定要跟每个男生有点近距离接触，所以把用全霞钻哈，独家礼包哦，上电视的，谢谢哦，谢谢谢谢，继续支持。好，我们也让佳音呢稍作准备，期待你第二轮的表现，谢谢佳音，占据第二名。